小姐，你摸摸我的脸，有没有粉？来，摸摸一下。没有，要。我有手，我就会摸。好，来来那边那边来，女孩子摸，女孩子摸，来，有没有粉？没有，没有。大声一点。没有。我没化妆哦，许纯美，早已经在阿弥陀佛面前拿香发誓，如果许纯美再交男朋友或结婚的话，那许纯美就不得好死。我还遇过一个帅哥，他说我不是要骗你的钱，我可以给你很多很多钱，而且我三餐都煮饭给你吃。我听了笑笑而已，已经不会打动我的心了。最近还有性生活吗？有多久没有性生活了？我对性生活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很讨厌我一个人睡在床上，觉得好快乐，好快乐，好幸福，好美满。然后我房间面向西方，我掉了阿弥陀佛四个字啊，所以我躺下来就可以看到阿弥陀佛了。那阿妹姐除了高尔夫球有进洞之外，那有人进洞吗？请你再说一次。